救护车在从病患沿途鸣笛，但大型十字路口车来车往还是得先停等一下。但右边方向修旅车刹车礼让了，但下一秒，后方轿车刹车不及，猛力追撞，引擎盖翘起 V 字形，修旅车则是保险杆撞凹，自己追撞车祸发生在高雄前进区，救护车继续再送病患，两名驾驶没有酒驾。自小客车驾驶行经路口时减速礼让。 却遭后方自小客车因为保持安全前车安全距离发生碰撞。屏东则是轿车沿途完全不礼让，万拉桃上救护车开在内线道不断鸣笛，但前方轿车就是不礼让。 鸣笛没用，救护车接着狂按喇叭，但轿车依旧纹风不动，完全不让，让驾驶超傻眼。不礼让，救护车最少罚3600元，但听到鸣笛声音记得紧速查看救护车方向，以免发生追撞意外。记者张创、王书宏，高雄、屏东报道。 我是徐国豪，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，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，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。为观众播报最及时的新闻，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。更多新闻，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